阴茎整形是指阴茎由于外伤或者先天性畸形出现了一种异常状态，通过整形外科的手段将它进行矫治，主要的包括先天性的这个阴茎畸形，比如说尿道上裂、尿道下裂以及小阴茎畸形等；后天性的外伤畸形，包括外伤性的阴茎皮肤缺损、阴茎部分缺损，以及阴茎癌手术后部分阴茎缺损。还有一种畸形呢，就是手术以后出现的阴茎畸形。最常见的阴茎畸形呢，就是指包皮手术，包皮切多了，形成了包皮过短。还有一种阴茎畸形呢，就是由于要求做阴茎增大手术，给它这个阴茎皮下放了一些人工材料，这时候呢，异常反应会导致阴茎畸形。